系，在我们台湾的表演当中是比较少见的，可以展现出女生的地道美。我要听见你们的尖叫声。这已经是演唱会规格的表演了，所以演唱会一定要有尖叫声。平常和神巨蛋的朋友，你们好！在舞台上表演的，这是我们第三届港都星光小学堂，全南部最古老的小朋友都在我们的舞台上了。你知道吗？跳舞是要有态度的，这一群女生非常有态度，值得你们的尖叫声啊！